欢迎来到骚麦娱乐综合频道，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这里是主要内容。她取代迪丽热巴成为新疆第一美女，却依旧不温不火。有一句话说得好，中国美女多，新疆是个窝。由于民族血统的不同，新疆的少数民族同胞们长相都具有很独特的异域风情。上期说了娜扎，这次说说取代迪丽热巴成为新疆第一美女却依旧不温不火的哈尼克孜。说到哈尼克孜，即使大家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大概也被她之前的惊艳古装美照刷屏过。毕竟她可是被誉为下一个迪丽热巴的小花，不仅有着极高的美誉，而且同样来自盛产美女的新疆，她的颜值之高可想而知了吧。首档国风文化创新推广唱演秀《国风美少年》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其中一位来自新疆的小姑娘吸引了众多男性观众的目光。她凭借着一曲胡风舞蹈《一梦敦煌》，瞬间俘获不少颜粉。哈尼克孜将一头黑色长直发高高盘起，能使面部变得柔润，轮廓分明，很上镜。妆发的搭配显得很是柔情似水。身穿一件带有薄纱设计的长裙款式版型，淡雅的青色分了内外两层的双纱设计，能展现一股仙气感。长直黑发，穿一身黑色蕾丝面料旗袍服饰，银色发箍，银色纽扣与主色黑白相映，互相呼应。紧身收腰设计让哈尼克孜看起来身材更加健美，满满的国风色彩。她除了能驾驭中国风的服饰，性感起来也很 nice。 一人演绎青蛇白蛇的造型，白色造型的白色刺绣蕾丝连衣裙，大胆点缀珍珠配合精致面罩，灵动美丽。青蛇造型缎面连衣裙点缀闪片，搭配绿色毛绒披肩，神秘性感，配合缠绕在身上的青白蛇，代入感十足。你觉得是热巴美还是哈尼克孜呢？请写评论告诉我们，您欣赏哪些演员和歌手，您目前期待或期待哪些电影，甚至是外国电影。我们将为您带来有趣的热点资讯和精美图片，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感谢您观看视频。